最近几年，林志玲在主持界和影视圈中积极打拼，以至于公众渐渐淡忘了她的老本行模特。而在这场时尚发布会的舞台上，林志玲重又恢复了往日超级名模的本色。最近有消息称，林志玲得到好莱坞青睐，获邀出演电影《比弗利山警探》的续集。对此，林志玲表示，对方确有意向，但由于多种原因，她出演该片的可能性不大。以我所知道，好像猪猪有接洽过，可是电影公司应该有别的规划，然后也因为太紧急了，好像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赤壁下集的宣传。而对于传说中与马桶小开邱世凯的婚姻，林志玲以俏皮的玩笑给予了否认。团年年底的婚事会不会也会有这么？现在变年底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的时间不停地在改变，但是你要嫁过去，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和打算。对，新娱乐在线台北报道。